那个，我先给你们揣兜里，我跳个墙啊！哎，你找不着。挪一回来，我上来了。晃晃悠悠的。欢迎雨林沐风。感觉这里变了呢，感觉这里变样了呢。晚上好。感觉这里变样了，是不是？这还有个衣服呢，这好像是个民工服，是不是装修了？不是，这里边缺东西了。这里是个隔离区，这里是个隔离区，这个隔离区死了好几十亿人。今天没人保护你，对，今天没人保护我。欢迎我宇哥。这里边缺东西了。我记得原来在这个位置应该停了一个那个。煮饭那种带电的那种插电的那个东西，但不是电饭锅，不是电饭锅。恭喜我媳妇儿，拜拜！死了多少人？好几亿。搬走了，对，被搬走了。哎，这儿还有个门呢。上次来没注意这儿有个门呢。上次来的时候这儿有门吗？对，今天就我一个人了。操，这门也打不开，上面有钉子钉着呢。好几亿那是蝌蚪，跟蝌，啊，那我说的就是蝌蚪啊，我说的就是蝌蚪。上面有钉子钉着呢，门打不开，打不开，不进了。哎，不是，他们在这被隔离还能抽烟吗？欢迎医生哥，在这被隔离还能抽烟吗？不是说隔离的人不能抽烟吗？啊？我很懵逼呢。双黄连颗粒，应该是隔离的时候喝的吧？能抽啊？不知道，不是说被隔离的时候抽不了烟吗？分地方有的可以是吗？不出门，隔离区那你没戴口罩，我忘拿口罩了。忘拿了，忘带了，忘记戴口罩了。欢迎平安，这是个隔离区，这是个隔离区。肯定是传染病呗，跟疫情有关的呗。你们能不能把你们车卸掉啊？吓死我了！什么叫假烟？那明明就是真我。那翘个左腿儿，翘个右腿，扭扭屁股，是我吧？一模一样，那就是我。哎，小心点，放心吧，我会小心的。这个破车真烦人，可不咋的，左三圈右三圈，扭扭屁股，扭扭脖子，扭扭屁股，那不是跳操的吗？别愣，等会露出来了，啥玩意儿呢？
啥玩意儿？别乱动，等会儿露出来了。你哪只眼睛看我胖了？打死你！敢说我胖了？好像芭比宝贝儿。所以说他，我跟你说，他就像他这样的人，打死都不为过。这隔离的时候死过人，这隔离的时候死过人，我的摩天大帝，多瘦啊！敢说我胖了，我不耐烦了。啊，琪琪，没事，再重我都要。谢谢宇哥，欢迎恩赐芳姐姐，欢迎恩赐芳。瘦了，对，瘦了。欢迎程琳，闻到一股香味儿呢，烧香那个，哎，奇了怪了，我发现我最近这一段时间总是能闻到那个烧香的味道。恭喜我媳妇儿，拜拜！真的，我最近老能闻到烧香的味道，电线都让人给偷了，电线的夹舌让人给偷走了。这玩意儿能卖钱，都让人给偷走了。你看，是不？家里有残留。这奇了怪，你说我刚进来的时候，我也没闻见烧香的味道，就这会儿我闻见烧香的味道了。2000多，这是哪里？这是那个隔离区，这是个隔离区，姐姐。恩赐方是姐姐对吧？别喊错了，喊错的话很尴尬的。是姐姐，喊对了就行。欢迎佛在保佑你，欢迎诺言，感谢我菲儿姐姐，咋不戴口罩啊？我忘了，忘了。你看那个大锅上锅盖也不见了。我感觉这里边遭贼了，你一个人吗？对，我一个人。晚上好，诺言。我感觉这里边遭贼了。按理说这上面应该有个大锅盖呢，大锅盖不见了，是不是？咦，锅盖没了，锅盖让人偷走了。你说，哎，你们说那边电线让人偷走了也就算了，那咋锅盖也都不放过呢？啊，欢迎朱玉姐姐，那锅盖怎么都不放过呢？02年都发霉了，可不就02年的吗？铁吧，好，那个锅盖好像就是铁的，铁锅盖，因为我们这边放的用的锅盖几乎都是铁锅盖，铝的值钱，但是这是铁锅盖啊，呀。这里边还有人扔地雷，这裤衩子也没人要。你说电线给夹折了，把皮儿剥了，拿走了，锅盖拿走了，为什么这几条裤衩子还搁这放着呢？对我今天一个人，为什么这裤衩子不拿走呢？元哥，你怎么不把你裤衩子拿走呢？欢迎小幸运，自己过来取。海哥哥呢？海哥哥说了不跟我谈了，这贼不回头，配电箱最值钱。我跟你们说，我感觉这个配电箱应该也不保。我感觉这个配电箱也谁？这外边没人呢，外边没人呀。你们刚才有听见声音吗？斌哥好几天没来了，人家在忙，人家在忙工作啊。Hello。
哎，你们说，我就可纳了闷了。你说，按理说这里边最值钱的就是这玩意儿，那为什么这玩意儿没有被拿走呢？就拿走就是一些我感觉不怎么值钱的东西都被拿走了，对不对？很奇怪，换铁锤妹子，不识货呗，不懂的人。反正我要是我拿的话，我肯定是把这个大玩意儿给拿走，而那小玩意儿、小东小西的，我肯定不拿。俩大不一样，你看，还、哎、奇怪，这个电缆也在这儿，电缆都没有人动，电缆没人动，这些东西用不上啊！欢迎赞美，欢迎阿口。那为什么电线就敢偷？为什么电线就敢偷？厕所，操你妈！这个蓝色袋子吓我一跳，我寻思这儿有个人呢，我寻思这儿有个人，这是哪公寓吗？不是这个，是隔离区。带你们逛厕所，带你们逛厕所，打不开，这上面有钉子钉着呢。你说厕所为什么要用钉子钉着呀？隔离区还有病毒吗？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病毒啊，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病毒啊。感谢我 N 次方姐姐，谢谢小姐姐。哇，好大个大黑漂啊！他在拿，举着手电，拿着手机在给你们直播呢，在直播，不是在直播，在看镜子呢。学院玛丽镜子里面有东西，对，好大一个大黑漂啊！吓死我了，快跑啊！也许是来不及偷就跑了，不知道。注意安全，嗯，好，放心，会注意安全的。感谢我沉默哥，欢迎我月月姐，不是，欢迎我姐叔，感觉这里边近期好像住过人，上次来的时候有这个东西吗？上次来的时候有这个东西吗？恭喜我 N 次方姐姐200位！上次来的时候有这个花墙吗？花无六少的墙吗？我都忘了。这里边没有香，洗衣液，这黄黄的肯定是尿。这是第二次来，对，第二次来，这黄黄的肯定是尿。男人的袜子，这地方搁这，我搁这个屋隔离的应该是个男人，在这个屋隔离的应该是个男人，不要乱摸东西。好的，引什么料啊？那明明就是尿，引什么料啊？那明明就是尿。走去楼上看看。这个袋子还搁这放着呢，这袋子还搁这放着呢。我记得上次来的时候，就这个安全帽，就这个安全帽，从那上面飞下来了，要干我。感谢我轩宇爹爹，感谢关注。爷，你卡吗？不卡呀？你们卡吗？啊？你们卡吗？不卡，不卡就行。妈耶，我感觉那人工作还差1万多。对，恭喜我轩宇弟弟200倍。
奇呀、啊！有人吗？有人吗？直播间里的不算。完犊子，没人鸟我。这个鞋子跟那边那个鞋子，它俩是一双的，是一对儿，而且是出自同一个人的脚，而出自同一个人穿的。你看这鞋感觉还很新呢，有流浪汉，我不就是流浪汉吗？隔离室，这是个隔离区，废弃的隔离区。对，出自同一双脚，不能说是出自同一只脚。这近期肯定来过人，近期肯定来过人。近期肯定有人来过，上次来的时候好像没有这个东西，也没有这个盆儿，这肯定是被动过，卡了吗？不卡吧？你看这个东西明显感觉就是新的，感觉明显就是，感觉这个东西像是谁刻意放在这儿的，没卡下来，同学，这他妈怎么感觉越玩越毛了呢？有没有人？你们听见声音了吗？你没有听见哒哒哒的声音吗？欢迎小哥哥，有声音是吧？有那种小声音特别小，哒哒哒的声音，感觉像是高跟鞋那种哒哒哒的声音。有人吗？声音很大，大吗？谁？谁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拖吧，就跟有一个人在这站着似的。别睡呀，看完再睡。对，这拖把吓人，就跟头发在那待着似的。但我以为也是头发，我也是以为是头发，那都给吓我一激灵。明天有事儿，那行，那你睡吧，小艾，那你睡吧。
有人吗？放心吧，不会有东西。我操，你这么清楚吗？你是哪位大仙的徒弟呀？谁？那双鞋不见了，那双靴子不见了，那个靴子不见了。那天，我第一次来的时候，对，我穿过的一双靴子。我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我记得这有一双靴子来着呀，我在这试穿，对不对？完了，我还说那个靴子冰凉冰凉的，而且还说那个靴子特别大。那靴子不见了，对，而且床也没有了。应该是来人给搬走了，应该是来人给搬走了。嘿嘿。二三不五乖喽，对，我又来这儿了。还有 BIR 啊！这个净脏老埋汰了。对，我今天一个人。看上面写着呢，隔离室，不动手吗？动手啊！我刚才踩这个的声音，我刚才踩这个，上面就这个声音。我刚才寻思踩着这个东西下来，结果它太软了，我怕弄不好再踩进去了，给我自己乖了，我就没再踩了。操他妈！这怎么有一股烧香的味道呢？小心点哈！不是，怎么有一股烧香的味道呢？有人吗？这就全是鞋啊！欢迎夏小晨，欢迎我游客369，欢迎我大哥，欢迎我游客大哥。那这个凳子还在呢？谁？我有听见哭声。哭声！女人哭声，难道是因为在这个地方隔离，然后导致的死亡吗？她是不是染上了什么病，然后在这隔离的时候死了呢？哭，憋屈死了。对，我今天自己，我来的这个隔离区。
先奸后杀。暖气片要被偷啊！哎呀，你们看看，这个暖气片要被偷，这是偷，这是卸了一半没卸下来，这是卸了一半没卸下来。对呀，上次这个屋里动静特别大呢。谁？这里边不会有人在偷暖气片吧？你们听不见，你们听得见敲的声音吗？你们听得见敲的声音吗？啊？你说，如果说，哎，我操，我都不敢想象，真的，我有点不敢想。谁？能不能把你们这破兰博基尼给弄掉呀？啊！我也吓一跳。这个车很吓人的，跟那个自行车一样，都很吓人的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我想不明白，千度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大师？
这进进出出，别怪我不客气啊！吓我一跳。吓死我了！我感觉欢迎我幺五大哥，我感觉我真的我没有被这里边的东西吓着，我真的我先要被这个车给吓死了。有人吗？这都是现实中没有车的，完事在这里边弄个车开始显摆。吓我一跳，吓得我心突突的呀！不用提，不提，不提，不用提了。有人吗？儿媳妇儿，我还心中。欢迎白月亭，有人吗？感谢我大哥，有人吗？我到现在，我这心脏砰砰直跳。吓得我心直突突，我也是想给自己壮个胆儿啊！哎呦我操！这他妈这是厕所啊！快点输液睡醒。这里边到处都是纸，太埋汰了。这肯定是个男厕，肯定是男厕，这肯定是一个男厕。哼，谁？听见没有声音？哎，不对呀！这不对劲儿啊！这鞋应该是在3楼，我记错了。那床在3楼呢，是不是我记错了？谢谢我媳妇儿一箭穿心，感谢我媳妇儿。我是不是记错了？这鞋应该在3楼的吧？欢迎恩赐房姐姐。哦，不对呀，那鞋没了呀，鞋没有了呀。我当时是坐在这个床上，那鞋在那边那床上放的，我坐在那儿换的，对不对？感谢我轩宇弟弟，谢谢我轩宇弟弟一箭穿心，谢谢轩宇弟弟，感谢，对不对？我应该是坐在这个床上，在那个床上拿的鞋换的鞋，那鞋怎么没了呢？啊，鞋怎么没了呢？
但带上个瓦罐儿，带上个瓦罐儿，还有个坛子，这有个坛子，但不知道这个坛子是干啥的。你们感觉这个坛子是干啥的？这是酒坛吗？装酒的吗？里边有酒吗？等一下，我给够出来啊！我给够出来。反正他只要不是装骨灰的就行。里边没有酒，里边没有酒，恭喜我 N 次方解加200倍。里边没有酒，林正英的锁魂坛什么？反正不是我的，我不会锁魂的，闲在坛子，那就别打开了。谢谢。你要是酒坛子的话，打开也没事儿。酒坛子的话，打开也没事儿。哎，我操！哎，我操！打不开，感觉有什么东西吸着呢，感觉这个坛子是吸着的。家人们，别打了。感觉这个酒坛子是有东西吸着呢，打不开。行，不乱弄了。差点妈站不稳。你们说这里边能有水吗？往地下一摔，摔它干啥呀？不能。我家老铁说了不能摔，没摔。我操，这里边都生蛆了，这里边都生蛆了。欢迎我猫弟儿，开着呢，没开，没开。那不酒坛子不搁这儿，没开，我打不开。猫来了，别动！我没动，没动。来这屋看看，我们和你聊天说话，可以分散点你的注意力，别紧张的去。我跟你们说话也是为了分散我的注意力，也是为了分散我的注意力。宿舍啊，不知道是不是员工宿舍，反正我就知道这里边，好像就刚才那个屋和这个屋，这两个屋有床，别的屋是没有床的，别的屋没有床。你看这里边老多的那个饮料瓶子和酒瓶子了，这个好像也是一个酒瓶吧？金骏眉，金骏眉也是酒是不是？金骏眉是不是也是酒？红茶，啊，我以为是酒呢，那小生活太好了，茶叶罐，小生活太好了，这应该是保安室，你们看这里边全是男人的东西，全是男人的东西。这桶里边这个桶很沉，感觉桶里边有东西，桶里边应该是有东西的，这也没有。这个有，油漆，别动。
那不动了，不动了，咱们去探探别的地方，走。谁呀？谁呀？今天就我自己。听见有声音了，我听见有声音了。在哪头？在这头吗？听不出来声音在哪儿。有人吗？是不是外边声音呀？是不是外边压着井盖的声音呀？你们听。谁？谁呀？一楼的声，楼下的声音。谁呀？你们有没有听见声音？谁呀？有人吗？不可能，我刚从这屋出来没多大会儿。看看坛子，这坛子搁这儿呢。哎，坛子呢？坛子呢？我刚才不是就是给它放在那儿了吗？
在这屋，是在这屋。你看那鞋，那糊都搁那儿呢。那坛子不见了呢。坛子有，不都说那就是一个酒坛子吗？一个酒坛子能有什么问题呀、哎呀妈，还不是这屋呢！我还说这屋这桶里边什么东西都生蛆了。厕所里刚才没有红袋子，刚才厕所有这个红袋子，就是这个屋。你们看，我从这边趴这。趴地上看，看着没？我当时是撩起来这个看的底下，撩起来这个看底下，看看底下，底下全是花。然后那个酒坛子就在那边，然后我绕过去，我把酒坛子拿起来，我放在这儿，我还抠那个盖儿来着。拿东西向原本旧地方掉地上掉东西，有人偷了，谁偷一个破坛子呀？真的不见了，别解释了，就是这儿。我操，奇了怪了，那酒坛子去哪儿了？打开盒子，这盒子都在这儿呢。那遮眼，这我一个人的眼睛还能把你们所有的人的眼都遮了啊？这盒子装鞋的鞋盒，没有，没有。走，找一找。床下边刚才也看了，也没有。别屋看看，走。没有那酒坛子呀。没有那酒坛子呀，这坛子不见了。我操！那这个酒坛子风能刮走？别闹了，那酒坛子风能刮走。真拿我寻开心，骨灰不可能。那个酒坛子里装骨灰，你别闹了。今天晚上一个人看，他拿酒坛子干啥？哎呦，纯！他拿酒坛子干啥呀？那谁？谁？这怎么有花呢呀？哎，这怎么多出来一堆东西呢？我刚才下楼的时候有吗？不是，我刚才上楼的时候、下楼的时候有这一堆东西吗？我上楼的时候有这堆东西是吧？没有，有。不对呀，安全帽我记得是在，安全，安全，
那你慢慢没有了。少了一只鞋，还少了一只鞋，还少了一只鞋。对，还少了一只鞋啊！我感觉这像是在这一边喝酒一边抽烟。他是不是在问我要烟呢？啊，他是不是在问我要烟？没有吃饭，问我要烟，饭我没饭，我去哪儿给他弄饭呢？对，还少了一只黑色的布鞋。不是那个，我操你妈出来！谁呀？谁？谁？好像是楼下。谁呀？是不是进来人了？有没有可能进来人呀？头盔在这儿呢。浪汉回家，别闹，别吓唬我了，还流浪汉回家了。哎，我们家天青色。谁呀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拿个瓶子安全点，我去哪儿弄瓶子呀？有人吗？
应点东西防身。我找什么东西防身呢？这边全是埋汰的东西，而且有没有疫情还不知道，有没有什么病还不知道。我这里边东西我不敢乱拿，不敢乱碰。我操你妈！哎呦我操！不对呀，这个酒坛子怎么感觉？破了这个酒坛子，这样吧，家人们，这样吧，我去求蜡，我去求蜡，这里边不是骨灰，不是骨灰，这就是个酒坛子，这就是个酒坛子，我去求蜡，然后呢，咱们在这屋招一波，行不行？咱们在这屋玩波招灵，行不行？我把摄像头转过来，然后。我手机给你们支在这个位置啊，我手机给你们支在这块儿，咋支都不得劲儿。儿，你们帮我盯着点儿啊，你们帮我盯着点儿，有情况回来随时随地告诉我。我给你们支架支在这块儿，完事儿你们不管看不管，这蜘蛛网，你们不管看见什么了，回来一定要告诉我。酒坛子底儿，我拿起来给你们看一眼啊。刚好这边东西都在这儿呢，这东西都来这儿了，我把这个酒坛子拿起来给你们看一眼，然后我去求蜡，咱们招一波。我把这个电线拿开。省得挡着老师，漏的，对，他漏了。那只我拿出来的时候，它是囫囵个好好的。稍微等我一下，我去取蜡去啊。妈，啥也看不见，我得拿个手机照个亮。里面是血不？我不知道是不是血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血。我拿手机照个亮啊，你们稍微等我一会儿啊，盯着点啊。有情况吗？没有啊，我把蜡点着，我点着，没有就行，没有就行。把手机支架在台上，现在就是在台上呢，现在就是在台上呢。我这根放这边啊，这上面全是灰尘，全是灰尘，然后那个蜡粘不上。好了，粘上吧。蓝瓶子裂口是新的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给你们看一眼，我给你们看一眼。等一下啊，我转过来，我转过来，我感觉应该是新的，看着。
抽的裂口是新的，是吧？抽的裂口是新的，因为那阵我拿出来的时候，它是整个的，囫囵个的，一点都没破，这明显就是新的。就这样吧，完事儿，咱们招一波，看能不能招得出来啊？这手机支架支哪儿呢？这手机支架支哪儿呢？那没地儿支架呀。拿。那不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，我就这么拿着，咱们开始啊。念个咒语，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你们听到什么声音了吗？是卡了吗？啊？卡了吗，家人们？Hello，Hello，Hello。卡了吗？在的扣波一，我操，没卡了，没动静了，你们，你们也不跟我说话，都给我整的，我以为卡了，吓我一跳。行，没卡就行，没卡就行，吓死我了。然后咱们开始啊，玩啥游戏呢？玩啥游戏呢？别找了，刚才我没发出去，我以为是卡了。还玩血腥玛丽？还玩血腥玛丽？行吧，行了，就血腥玛丽了。因为没有碗，没有筷子，咱们此时此刻也就只能玩个血腥玛丽了。对，血腥玛丽。现在好了吧？现在能发出去信息了吧？刚才应该是卡了，刚才应该是卡了。我把眼睛闭上了，没带东西，别招了我。玩笔仙，玩笔仙，我一个人咋玩呀？玩笔仙最少得多几个人我才能玩，我一个人没法玩笔仙。哎呀，OK，我怎么感觉卡呢呀？开始了，闭眼睛了。Birding Mary。我后边是这个打不开的门，这不钉子都搁这钉着呢。我后边是这个门打不开，后边是个门打不开的门，钉子都钉着呢。你们看，我拽一拽，打不开。开始了啊！Birding Mary。Birding Mary，这样我感觉不得劲儿，我也不能一直这么举着手机招啊。我们把这个酒坛子放在这儿。这不行，这酒坛子放在这儿也不行。就这么地吧。Birding Mary，Birding Mary，Birding Mary。Birding Mar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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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rding Mary。
Barting, Mary。Barting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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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ary，什么声音，家人们？我好像听到有什么声音。Barting, Mary，Barting, Mary，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呀？哪有血啊？哪有血啊？哪有血啊？你不就忽悠我？哪有血啊？哪有血啊？哎，我操！让你们给我吓得，我赶紧我把蜡烛弄灭了。哪有血呀？没有血啊！管子怎么可能会动？你这残疾，你还能蒙能行了？咋的？人拉屎放屁还要告你一声呗？我咋的？我做游戏，我放屁的时候告你一声，查我要放屁，我是不是得这么跟你说一声，我才能放屁？我操，蜡点不着了。杆子？什么杆子？这哪有杆子呀？杆子真动了？什么杆子？我把那个蜡点着。什么杆子，家人们？刚才真什么动了呀？中间动了。什么中间动了？中间动一下水龙头。就这一个水龙头，那些都是没有水龙头的，就只有这一个有水龙头，只有这一个有水龙头。我再招一下，我再招一下，这玩意儿怎么可能动呢？那是个蜘蛛网。这玩意儿怎么能动呢？什么玩意儿不见了？什么玩意儿不见了？操，冻脚！这个管子怎么可能会动呢？它是在这墙上固定着的呀。这边有视频，有回放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眼回放。没动啊！星星，你那个还没发过来呢。我就听见有声音。
呀，我操！这逼玩意儿怎么能动呢？我媳妇儿他们都给我发视频了。这个东西怎么能动呢？对不对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这好像是没在墙里边，好像没在墙里。咱要不要接着凿？要不要接着凿，家人们啊？要不要接着凿？把手电筒放兜里还，咱要不要接着凿？我听你们的意见，我听你们的意见，看清楚了，我看清楚了，但是也没看见有什么东西出来呀。咱要不要接着凿啊？啊？不着，可不着，我这是目前为止啥也没看见，打字怎么回事？打字我老看不见你们打字儿。带我们溜达溜达就行了，那能行吗？继续，继续，好不好？Birding Mary，这回你们看见啥了？给我截图，给我发录屏啊！Birding Mary。哎，不对呀，奇了怪了，我怎么老看不见你们打字呢呀？是卡了还是怎么回事？人也不见长，也不见动，不见长也不见掉，完事还看不见你们打字儿，是不是这屋卡呀？然后这屋卡的话，咱就不在这屋玩了，咱就找别的屋，行不行？走，咱去找别的屋，我把蜡吹了。我把手电筒拿出来打开，完了去别的屋找，我拿上蜡，去别的屋找，打不了字儿，我也不知道为啥呀，总打不了字儿，你们，我总看不见你们打字儿，还有哪有玻璃呀？还有哪有镜子呀？还有哪有镜子呀？家人们。你们还看见哪有镜子吗？啊？是不是卡了呀？媳妇儿，家人们，你们倒是给我打字儿啊！说话呀！怎么都没动静了呢？这屋没有镜子，我找找镜子。这边厕所呢？这有镜子，但这个镜子这能照着蜡，这个能照到蜡。照到蜡，官方不让。找一个宽一点镜，大一点镜子。不是，你们是卡了还是怎么回事啊？打完字发不出去，为什么呀？等会儿我小号进直播间，我看一眼。我小号进直播间，我看一眼。发不出来打字儿，就是我就是偶尔能看见你们打出来几个字儿，真的。我怎么感觉卡着呢？你看，字还他妈打不了。怎么回事呢？
入直播间再进来，根本就不显示打字儿，根本就不显示扣字儿。屏幕变大，没有字幕，不显示人数，这咋回事儿啊？操你妈！现在好了吗？哎呦我操！卡了，卡了！你们现在扣字儿，现在再扣字儿。这干鸡毛呢？老弄得一整就卡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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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蜡呢？哪有我的蜡？现在好了，现在好了，能看见你们打字，看见了，看见了。我操！刚才啥都没有，我去。咋的？平台也来大姨妈了？啊？服务器炸了！哎呦我操！我怎么我以为平台来大姨妈了？应该官方的问题。现在好了吧？系统炸了，又炸！哎呦我操！难道是跟我今天来大姨妈有关？难道是我跟我今天来大姨妈有关吗？别的直播间也不能尴尬，是不是跟我来大姨妈有关？我把官方给方的，啊？是不是我今天来大姨妈把官方给方着了？啊？啊，真的，我看你们给我发了一堆信息呀，在微信里，微信里发了一堆信息，但是。你还玩血腥玛丽？能不能是跟血腥玛丽有关呢？全直播间都一样，我去，我那会儿都急死了。欢迎青年，欢迎杰士大妞。谁？行，好了好了，能看见你们说话了。谁？能打字了。谁呀？谁呀？我听见楼上有声音，我听见楼上有声音。谁呀？我操，在这干啥呀？这是要干啥呀？椅子、锅、安全帽、酒，还有黑色是啥呀？我刚才上来的时候没有啊！哎，我操！是那只鞋啊！是那只鞋啊！水壶！我搬进毛家呀！
不就咱们看到的第一只鞋吗？就我说那个跟那个一双那个鞋，我说一双那个鞋里边还有一只袜子，里边还有一只袜子。在这边，谁呀？谁？那门在动，那门。谁呀？突然之间，手机变得好模糊呀！门后有影子，是不是手电反光啊？是不是手电反光啊？是我手电反光吧？这不没了吗？这不没了？我手电反光，我操！那是我手电反光，让你们给我整的一惊一乍的。不是啥不是，我敢告你们，真的是我手电反光，手电反光，我把手电闭了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都说了，我手电反光。有人吗？不可能有人！我刚才里里外外、上上下下，我都溜达遍了。谁呀？过去看看。门后有影子啊！门后有个影子，没个门后有个大黑影，我操！不可能啊，那门都开了，哪来的大黑影呢？过去看看，我聚光，聚光，来，我聚到底儿了，你看我还咋办？还咋整？我今天就算死，我也死在里边儿。
你妈！我啥也没看见。我进来以后，你没有看见这屋有啥东西吗？对不起啊，上次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有意说脏话的啊，上次对不起。这是去哪儿的？这能下去吗？我没下去，没下去，下去的话肯定在这龟死我。我发现直播间里天天怎么能来那么多的大仙儿呢？这好像是供奉的啥？没有。拿个棍儿，拿个棍儿，走。找个镜子，找个镜子。这门是关着的。这儿个镜子，这儿个镜子，这儿个镜子。没有，我身后没有。能打字吧？又不能打字了吗？我要信息哥，可以打字。烦死我了！刚才是服务崩溃，服务崩溃的话，应该就是。应该就是平台崩了，应该就是平台崩了。门还是那个造型，门还是那个造型。感谢谢谢六六，哎，我操！这不对劲儿呀，这明显不对劲儿呀！啊啊啊啊！
点儿。如果说我跟你说，真的要是在那个也是，我一个手拿手机，一个手拿手电，那门是开着的，那门是开着的，看见没有？那，我操你妈！这他妈呀！东西的情况下，那门开着不可能看不到。